乌日的真爱，那天环境还不错。乌日，那个坐火车坐捷运也方便，捷运火车高铁啊，对，高铁就直接过去了。啊，这个案子有没有会议？会议，在中部的这个各位提手，中部，中部，中部办，中部办，中部办，中部建材有没有？什么建材？我建材，我压力太大了。都是一票，我们中部一票，总会主办，中部分会协办，中部，中部，中部就协办，在哪一个就哪一个。中部，中部啊，中部的真爱，地点四周，八两九，然后真爱啊，我这边绝对会优待啊，同的，我觉得关系不错了，地点都取出来，真爱啊，真爱啊，真爱，八两九，各位尽量喷啊。搞一些大件的啊，会长没什么，高粱酒怎么喝也喝不完，对不对？金门来了，台中真爱，好，第五分钟，哎，好，真爱，第五，这他日期还没确定而已，日期还没，日期我们来弄了，对，有个事情的，对，这样子比较适合，先这样，第五案。建议尽早成立复兴岗二十二期毕业五十周年扩大办理庆祝活动筹备小组案，成立筹备小组，注意啊，重点筹备小组。为了毕业五十周年，日期将近，所以提出这个案。为促进同学交流联络感情，建议扩大办理庆祝参会、旅游、参访等各项庆祝活动。办法，请同学们推荐具活动计划、餐饮安排、旅游参访规划、照相摄影等专业技能，五至八人组成毕业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小组。二，请建请秘书长担任筹备小组组长，负责筹备小组的组成工作。我念了啊。三，请建于九月三十号以前完成筹备小组的组成，请讨论。因为这个案呢，五十年还两年呢、啊。两年那时候你要改组的话，可能会长肯定是其他人当会长，那秘书长肯定也是由会长来决定的，所以这五十人还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爱子担任我们进党的规划，这是先保证了。对，这还早，讨论太早啊，讨论太早。这讨论太早，是不是太早？保留两年的变化太大，太大了，建议保留，建议保留，保留来。啊，有人提出建议保留，各位有没有会议？会议，会议，会议。啊，我们现在表决一下，暂时保留，请举手。太少了，两个点，别的事情知道在不在？二十啊，超过百数，我们再按理由只保留。我觉得我们现在请各个分会长、中部分会长，应该有没有什么？感谢各位同学啊，这个台爱无限泰啊，这个欢迎大家来台东玩，谢谢。我们谢谢大家。我不敢当啊。我看到大家高兴，我今天啊赞助2000块钱便当费，希望啊有包括严梦春跟他的秘书，谢谢。我们感谢李明同学，掌声鼓励一下。那现在我们请那个副秘书长。哎，副秘书长结束了。啊。临时动议。这张来的，说大家都很饿了。简洁。各位有没有临时动议的？我有一个意见啊，刚才大家提到这个我们同学会的经费的问题啊，这个年费300块，我建议呢，因为物价上涨啊，这个也就大会有办活动也不够支出了，所以说我建议调为500块啊，调500。第二个呢，就是同学会这个成立一个专户，好，在那个专户代收，大家有些参加大会的同学有些没有来。就收不到钱了，就是反正就是通知所有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每年年会通知他就去银行去代缴就可以了，专户代缴，让我们同学会一起会就会这个充裕啊，这个办法就是由这个大会来接受，谢谢。现在各位看起这个问题，各位可以提出宝贵意见，因为有些以往我们就几年的年会300块嘛。那参会是以往我们各当就使用总部会了，像我在参加，我这是中国医学会副会长，
我们一次参会，植物间的倒不要讲，植物间的不要，但没有植物间的，你参会只要一周6000，最少要500块钱，都不用会。那现在这个案子提出来以后，各位有没有什么那组织保护意见？等一下。调整300块又要修宪，修宪可以，你要修章程，对，修章程，要修章程，等一下要修章程，会员大会，你这边那会员大会还要通过，啊，另外立专案立这个专户的话要申请专案，不是我们尽量看看，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我跟你讲啊，对，不能，因为你办过了。第二个，没有立案不能办账户，很简单。对，你要立案才能办账户。银行啊，一定要看有没有立案才给你专户，是不是？对，这个提高会费的事情呢、啊，我刚刚讲错，可能要修章程了、啊、哈。我觉得参会。参会不是1000块的，我们账满，眷属来参加，我们把它拉高，1500，你一个是一桌赚了1000块，一下500不见了，我们可以变成参会个人1200，眷户1000，这样子每一次就可以收好几万了，对不对？这样就够了，暂时那个要大会再讨论，可以，但是我们要讨论。好，谢谢讲了，我同意了，因为我觉得说每次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会员大会，然后眷属都出一半，那就等于同学讲了1000块，一半又分到那边，所以每次那一桌到最后呢，几乎都是赔的。都是由再由总会的钱去垫，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要带眷属来参加的，好、哦，就如果说1000块餐费就是800，眷属就800，我拉到1200、1000，我的建议是通通一样。啊，一视同仁，不差那200块，为了200块买你这个，我实在觉得你要是大方一点，20万给我，不要200万。找来找去。同样的，就像那喂猪精一样，啊，你要喂到正确的人，像我们这种没有，谢谢。我想刚这案子啊，我想刚今天临时东西提出来了，但这案子目前。刚有人提出来，就这现在刚提出问题，我们先有个会议，会我们再保留，保留啊，对了，我们现在来保留，两天请举手，保留请举手，保留什么事？一二三四三，好吧，那这样的话，我想大家都不要排队了。对，我差那几百块钱啊。那重点就在相继，相继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少一次，好，珍惜相继的时光啊，珍惜时光，都不在于啊，在钱多少、啊。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我就在这插一个嘴。大家看我戴口罩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坐。你习惯了。小弟我。32颗牙齿，现在是还没冷气，这是两齿，这不好意思在各位面前，这个无耻，无耻，谢谢大家。这是最懂的一个。而且那个以后如果要修宪，那个300块钱哈，那永久会员交3000块，这个也是会有点争议。对，3000块就不够了嘛，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提高餐费啦，对，这样比较简单呐，对，因为那个生意不够，那这餐费到时候我们在干部这边，对，也要想一下怎么调，餐费比较有弹性，对，那现在物价很高涨，对，前1000块钱还有几年，那现在这个没办法了。那个报告一下，就说我们临时动议啊，这个是变成提案。那其实那个没有什么临时东西，就没有临时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用建议事项，那个就比较弹性的。那个刚刚讲就是说那个收我们的年费哈，会费年费的话，那是固定的，你就不要再动它了。那个就是牵涉到我们章程问题，因为入到章程里面的。那如果说餐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开会就
哎，这次大会那个要用多少收多少钱，很简单嘛，你不就不要没有定下，不要定下来，每次都被改嘛。我到了，我用这个餐厅是哎收他一桌只有6000，你那一杯去了1000、12000，那不同等级，所以每次都可以用你要选地点，时间地点定了之后。我要收多少餐费，那个在讨论就解决了，很简单的事情。谢谢。刚刚在提意见，确实很好啊。对呀，五星级要交我们的事情标准。对，我们决定。对，点评价。建议这样，这个建议是这样，你说。主席结论，加一点这个本来。刚才两位会长。对。现在我那个人说我们不能这样子啊。还是说。秘书长，看心机吗？秘书长，我们请。肚子饿了。啊，今天非常感谢孟春同学啊，提供这场地，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今天因为包太小，现在因为小皮包，所以只能带两瓶酒啊，就100年，大概要在一个是测试的话，高了啊，所以啊，下次再带多一点，包包太小了，塞不进去。好，现在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个会议，重点是为了特德旗啊更壮大，更一技向心啊！大家任何有什么问题，希望我们各联络人帮忙一下，有什么非常喜庆的等等问题啊，给我们副秘书长以上的打电话，那我们会采取措施，一意关心关怀。至于王金义这个案，我最近期间有到南部，我会去他家里访问一下，然后进去拜访一下，那公寓去给他登记一下。目前我们同学走了已经有70位了，已经70位走了。啊，所以对这事情，人生无常啊，世事无常，希望各位多多保重啊！谢谢大家，谢谢。哎呀，还蛮结束，我们要开会了啊！我建议一下啊，因为每次开完会，他要有结果，所以说我们希望唐铁辛苦一下，把今天有些东西稍微拿去记录一下，并且加一些漂亮的字，干什么呢？当他公布出来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公布到各班里面的，我告诉各位，你要团结大家，只有让大家经常看到我们的讯息，他才会有这个概念。要不然的话，有些班如果说你没有送出去以后，我告诉你，各班都一样嘛，没有人理你，要转到对不对？所以说，希望你必须这样就靠这个东西。好，谢谢苏江同学提出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大合照好不好？大合照。好，现在照还是吃完，现在照，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的收看。